阿爺睇報紙，特需政府果班爛坦。昨日中華民國103年9月10日禮拜三晏晝3點鐘，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搞緊咗個向勞斯致敬2014敬先日慶典暨表揚狀頒發典禮。吳克儉果條粉腸死出嚟，頒發果份設計 Learn 到死紅粉粉，十足十大陸共產黨果挺的表揚狀，俾1274位響中學、小學啦埋幼稚園教書先生。屌那聲果條撚養狗唔撚搭搭，響個場樹發 up 封城機宣傳叫學生咪撚霸貨，正一博街冚家產，難為果1274位教書先生。除咗一小撮響香島中學、培橋書院、福建中學啦勞工子弟中學的共匪走狗之外，真係俾果碌粉腸悶撚死。不過點都好啦，剩低果1200個教師先生，唔該你哋要緊守教育良心，唔好俾共產黨洗腦，要俾足心機嚟教育我哋香港嘅下一代啊！但可將燭光交給我，讓我也發光芒，寒流裡願同往，關心愛心似是陽光。有心的老師對教育有使命感，對學生有承擔，自然就會願意盡心盡力這樣做得最好，因應學生的需要不斷求取進步，有心才能夠義無反顧地為學生默默地奉獻自己的光陰，不計較個人的利益。教育從來不是輕鬆的事，相信今日頒發的表揚狀是能夠給老師一點的鼓勵，給大家保持那顆熾熱的心，在育人的事業上繼續努力，精益求精。盼可將燭光交給我，讓我也發光芒，寒流裡願同往，關心愛心似是陽光。